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梦工作秀。话说夏季是适合运动的季节，所以团子们的运动会也如火如荼的开始了，一起去看看吧。首先来看看团子们的摔跤比赛，不过这是一场很难分辨出输赢的比赛。今年团子们新增了一个挖坑大赛，现场可是充满惊喜。新增的比赛还有吃竹笋大赛，不过这个比的是谁吃的更可爱。当然了，这样的项目竞争还是很激烈的，比如这样。对了，作为团子比赛的裁判，一定要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，比如这样。